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。许非凡告诉林秋燕，自己和他的哥哥林逸翔是老相识，只不过最近几年都没有见过面，听说他去了重庆。这对于心里难受的林秋燕来说，的确是一个好消息。看到林秋燕脸上露出了笑意，许非凡这才放下心来。看到报纸上登出的张子墨和李云要举行婚礼的消息，小丸子他们都很为林秋燕抱不平，认为张子墨是个大渣男。小丸子担心林秋燕生气，就叮嘱瘦猴和胖子不许再看报纸，也不许说起这件事。林秋燕回来看着情绪不高，大家都小心翼翼不触他眉头。想不起来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他？很多年了。他是做什么的？老师、医生，还是？秋燕，他很幸福。曾经，我也无数次的幻想过自己穿着婚纱嫁给心爱人的样子。婚后相夫教子，过着简单而又平凡的生活。我多希望现在的一切只是一场梦，梦醒了我就能回到从前，那里有爹娘，有大哥，有小妹，还有而如今，这些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遥不可及。秋燕，大哥和小妹总有一天会团聚的。还有，你还有我，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你不是一个人。我不想再骗自己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知道，我一次又一次让你受到伤害，你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只要能让你开心，怎么样都行。我不会那么做的，你也不用担心我。很多事情，我都有自己的考虑和判断。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信仰、婚姻，只要你觉得无愧于心，无愧于民族就行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只要选择了，就一定要忠诚。别再让我对你失望了。没想到你会主动出击，反而将了木斋一军。他们突然间这么做，说明还在怀疑我。是啊，所幸你够聪明，才能化险为夷。不过有一个问题我还是忽略了，就是李云的存在对林秋燕的影响。这个问题我想过，只不过
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林秋燕说。林秋燕的反应也是我没想到的，这么理智的去面对这个问题，情理之中，也是意料之外。这样，再观察观察，找一个合适的时间，把你的身份告诉她。好的。 这位小姐，怎么称呼？称呼？称呼你个头啊！我是小丸子，没认出来。小丸子，你这女神扮相，挺漂亮的。 没想到威哥也有走眼的时候呀！哎呀，不是威哥走眼，是你真的扮得太像了。哎，是不是大哥有什么吩咐？是，你去帮我找到这个，帮我找到这些人的联系方式和住址。放心吧。 这些高级学者都是76号机降专科的目标，他们的取景非常的危险，必须要想办法尽快转移。我会尽快让魏大红联系他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他们转移到根据地。木斋从上海运出的第一笔假钞，是我们的人摧毁的吧？ 解决问题的根本，还是要赶紧找到木斋的假钞印刷基地。端掉它。我们已经着手在找他了。那就好。这次我和木斋见面时，他的情绪是略带得意的，好像对假钞被毁，并不是十分在意，而且告知我，他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。这么说，还是有部分假钞流入了国统局。 据我判断，在南京或者其他地区，也有几个同时在进行“新美人计划”。我会尽快将这件事情向上级汇报的。到此，多加小心。 宋老板，慢走。 孙宁教授，上海学习的李碧晨呢？找到了，走，我带你去看。 Thank you.
報告します。監視対象の周りに疑わしい者が数名、軍刀の者かと思われます。今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？いや、監視を続けろ。は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又发现了另外一批身份可疑的人？没错，我还没来得及和目标接触，就发现了这些人。那你觉得这些人什么来路？应该是极有军统的，也有日本特务。看来军统的人这回有麻烦了。我不是很明白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我相信军统方面也得到了这份名单，他们极力的想把这些人转移走，而日本人就是想以这些人为诱饵，诱捕那些军统特工。我知道了，那我们怎么做？一不变应万变，密切的监视他们，关键的时候必须出手协助，帮他们把人转移走。好。除了冯承娟、孙玲和林碧晨之外，剩下的吴清和周玉是两口子，是学联的重要负责人，详细地址都写在上面喽。谢谢，辛苦了。哎呀，不辛苦，周长官，我这是在为抗日出力，不是？您太客气了。以后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我啊。以后少不了你的活。谢谢周长官。我太啰嗦了，赶紧安排正事吧。啊，好。一会儿咱们分下工，啊，分头去做这些人的工作，让他们配合咱们的转移行动。是。你明天见下周彤，让他把撤离计划尽快告知刘璇。好的。是。讨厌。现在有危险，我打算把你转移出上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收到情报，说日本人正准备对一批像你们这样的爱国人士下手，所以你必须离开上海。不走，我为什么要走啊？我就看日本人能把我怎么样。你不要这么固执，而且你必须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小姐，小姐，您的咖啡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请慢用。哎，没想到还挺女人的。你看呀，打什么哈欠？到哪就睡觉？你打我干什么？我看着，看着呢。别睡啊！没睡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传达处座的命令。处座让周志涛
掩护你尽快撤离。还没到撤离的时候。你不会是想抗命吧？出色不会这么认为的。即便处座不去追究你抗命，但你现在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，我是担心你。谢了，你担心我倒不用烦。如果真有个老婆，我可能真该烦了。那你赶紧找个老婆烦烦吧。撤吧，替我找个嫂子。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说吧，撤还是不撤？还没到时候。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才算到了时候？恐怕只有我知道。冯晨娟一开始不相信我，但后来还是被我说服了。不过我发现冯家附近有可疑的人出现。他们既然已经拟定出名单，自然会对这些人实施监控。既然已经拟定了目标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抓了他们？这会不会是个圈套？前几天他们故意透露给我一份抓捕名单，这份名单我已经电告了处座。你是说他是故意透露给你？很有这个可能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木斋应该已经确定我的身份，他没有动我，只是想通过我获得更大的收获。你这边什么情况？我这边孙教授倒是挺配合的。吴清和周觉那边我也去过了，他们早就想离开上海，就是怕有危险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。你的顾虑是对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就是个圈套。没错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我们只能直接命令，把他们安全撤离上海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圈套，我们才得到了保护他们撤离的时间。你说的没错。看来我们是应该修订一下我们的行动计划。坐吧。我认为原计划不用改，只是应该再制定出一份迷惑敌人的计划。这个意思对啊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秋燕说的意思全对。我是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。这个还没有，我还得再想。没想好就别插嘴。是。现在上海滩的各个交通要道一定都有敌人的眼线，我们的第二套方案是不是可以设计出一条假的行动路线，适当而又隐晦的把它散布出去？我就是这意思。追，你现在能不能马上联系上周彤？可以，他跟我说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去他的住所联系他。我晚一点会给你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，你去找他，告诉他我们需要刘全的配合。是。我们原掩护撤离行动计划不变，晚些时候我会把迷惑方案制定出来，告知你。好。好。处座让周志涛掩护你尽快撤离。还没到撤离的时候。即使处座不追究你抗命，但你现在的处境也已经很危险了。
现在有办法马上见到顾燕吗？现在没有可能了。那他会按我们规定的时间撤离吗？他同意撤离，但不是你们设计的时间。那是什么时间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在必须撤离的时候才会撤离。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不需要你们配合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他的决定让我们不具备配合他的条件。明白了。现在看来，你们后天的行动可以说是飞蛾扑火，九死一生。但我们必须执行命令。这盘死局都源于我们的错误。什么意思？敌人利用了我们的情感。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迷惑敌人？可能是一定存在的，但是时间太紧迫了。明白了，我得马上回去了。我们尽快制定一个坚守瑞恩损失的行动计划。代价一定是很大的，我们都尽力吧。明白。我认为我们暂时还不要行动的好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你不动，敌人也不会动。那任务怎么办？任务当然要完成，我只不过是提议再等一等。敌人现在一定是在全神贯注地坚持这些，但时间久了，自然会出现松懈。我们的敌人是不会松懈的。我是指具体执行监视的人，时间久了他们会松懈的。我觉得这是被动的等待。但等待这种办法应该是我目前最好的选择，因为我觉得你制定的迷惑方案不是一个肯定能达到效果的方案。极具危险又达不到效果的方案，不但使我们完不成任务，还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。我同意你的推断。延缓行动，从明天开始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监视人员的身上。是。早点休息吧。報告します。リンビーちゃんです。木镇先生，林先生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军统的人已经跟我联系上了。那个人叫周志涛，他都跟你说了什么？按照您的意思，一开始我表示不愿意，他劝了很久我才答应。他没有怀疑你吧？请放心，完全没有。那他们什么时候接你走啊？原本说好是明天上午，但是今天又通知我让我再等一等。再等等。
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没有问你。对不起。青木。はい。奴らは確実に監視に気づいている。では、奴らを撤退させますか。ダメだ。おとなしくされては困る。監視の者に伝えろ。軍統計画に変更があったといえ、程度を見て監視しろ。間もなく撤退することになると。軍統に機会を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。そうだ。監視の者が命を落とすでしょう。肉を切らせて。骨を断つな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だが、ディンリーエに知らせて、76号の人に返させても問題はない。はい。林先生，你回去耐心的等待，我会让青木君。亲自到你家里保护你。谢谢木斋先生。秋雅，怎么突然就没任务了呢？你没去问问队长吗？要问也得你问呀、啊，我又不着急去执行任务，我也不急。坐吧。好。真的没有任务了吗？不知道。喝茶。你现在必须马上撤离。我已经说了我的决定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，不用管我。你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？我在木斋身边潜伏这么多年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我心里有数，该走的时候，我自然会走的。可是没有可是。駅と港はもう問題ないか。毒効果の特別行動組は駅の近くにいます。ディンリーエの行動組は港の近くにいるようです。明日から林家に潜入しろ。はい。監視を始末したらすぐに行動に移るはずだ。林碧城らが離れた後にすぐ各行動部隊に先頭に入るように言え。はい。本来有很多话要跟你说，可是现在却一句也想不起来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呢？他是做什么的？老师、医生，还是？秋雅。他很幸福。
不用担心了。很多事情我都有自己的考虑和判断。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信仰、婚姻，只要你觉得无愧于心，无愧于民族就行。我决定明天行动。过监视点同时出现了松懈的现象，会不会有点不正常？还算正常吧，他们都是同时开始进行的任务。我觉得秋燕说的有道理。那是，你什么时候不认为秋燕是对的？那我也没错啊。我同意明天行动，即便过监视点的现象是狄勇所设计好的，我们也只有行动。如果再不行动，很有可能会使敌人失去耐心。我也同意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下午3点，各个地点同时行动。艾莲，主任，この資料は特攻人員の今月分の経費の明細です。署名してください。上海反日分子の名簿です。対外人員はすべて君のところにいる。佐藤君に期待している。这军头也太大意了，还没调查清楚知识分子的身份就马上行动。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张子墨，让他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军统这次行动。另外，如果事情情况紧急，告诉他随即应变，不用请示。好，我这就办。等等，我亲自通知他。你马上联络魏大红，让他集合所有人赶往码头。是。再见。您看您需要点什么？这些都是今天新来的花。两位先看一下，有需要随时叫我。好。先生，您觉得这盆月季怎么样？很漂亮，我要了。好。不用找，谢谢。您慢走啊。进来。李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送点水果。送水果可不是目的，关键是嫂子想你了，有事叫我。好的。哎，坐。
林玉成是奸细，老孙让你尽快通知军统方面的人。好，那咱们去喝杯咖啡吧。好，稍等一下。 君子兰，你看到君子兰了？嗯，张子墨那有情况。时间来不及了，行动完再说，出发。 你先带他们跟队长会合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他。。那你觉得？我总觉得张子墨呢，应该是有更重要的事。。过会见。小姐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一杯黑咖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们是不是在护送一批高级学者？是，怎么了？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叫林碧昭？是的，他是上海学校的负责人之一，也是我们这次重点保护对象。这个人是个奸细。什么？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说这个人早就被日本人给收买了。 小姐，这是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这显然就是日本人早就设好的陷阱。这下就全对上了。你是不是也察觉到什么了？是，不来不及跟你动手了，行动已经开始了，我得马上赶过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你去就等于失去所思。危险对于你我来说是一样的，我们应该共同面对。 学会用枪的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没那么简单的。
没那么复杂了。从你指着我头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受过集体这样的教训。那时，因为我真的认为你是汪伟的人，所以也就没有多想。但在我开枪之后，你开始琢磨了。我可以肯定。肯定什么？肯定你是中共的人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老老实实在家给我待着。啊？听见了吗？搞什么玩意儿呢？小二。钱放桌上了。请慢用，等你清完回来咱们就出发。是。有纪律是吧？什么纪律？你们中共的纪律啊？你想多了。我们也有纪律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是我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亲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为了你，我都得抗拒。可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呢？我会的。你在等时间对吗？你今天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出什么意外？我去看看。等等。大家稍等一下啊。林学员到底去哪儿了？他去见张子墨了。这不是胡闹吗？他是怕有紧急情况发生。我懂得了，出发。那秋燕怎么办？执行命令。是是。带人出发。咱们走。老板，哎，来了。老板，你们走啊。怎么还没来？放心，其他地方我们都准备好了。佩服。安排的真是太缜密了。重要的是，如果他们真从我们这里走，你可千万别让木斋先生失望了。到了，准备行动。
我还有事情要办，但愿你还有时间能告诉我。行动，尽量不要暴露自己。给我护照。你也是。看到码头大门口那盏路灯了吗？看到了。当我打破那盏路灯的时候，你务必立刻撤。 要走，不出半分钟您就会明白。跟我走吧。不行，什么都是你们说的啊！一块说要走，一块又说不走的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嘛？小声点行吗？行，我可以小声，但是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对吧？ 还是中圈套了。
这边撤离！ 去那辆车，我们来也开日军。多谢，都上车，上车，走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 没猜错，应该是中共方面的吧？保护好他们，后会有期。好，上车！四，快！队长，档案排好了，缺陷怎么办？执行第二道方案，把人先送走。队长，执行命令。诸位，去接应缺陷。是，走。